同学们早上好，今天老师要教你们《弟子规》，请同学们把《弟子规》的书翻到31页。没有书的同学可以看老师发给你们的 PDF。《弟子规》，第31页，halaman 31。先跟着老师读一遍。信高者，名自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。好，这一句的意思呢，人们被尊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或是衣着，而是他们的品德好。印尼语意思是 Seseorang dihormati bukan karena penampilan luarnya, tetapi karena kepribadian dan moral baiknya. 好，我们看第二句。财大者，妄自大，人所福，非言大。好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呢，人们之所欣赏佩服那些有才华的人，是因为他们有真才实学，而不是因为他们很会说大话。印尼语意思是 Seseorang dikagumi bukan karena omong besarnya, tetapi karena keahlian dan kepintarannya. 好，再跟着老师读。信高者，名自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，财大者，妄自大，人所福，非言大。好，《弟子规》你们在家自己读。今天的《弟子规》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